啊？锅已经下去一半了，最开始都是在这儿，最开始水在这儿，是吗？现在已经下去这些了。咱这是从昨天到今天下了两天的雨，现在还在下小了啊。哎呦我，已经下去多少了啊？这窝已经下去一半了，最开始都是在这儿，最开始水在这儿，是吗？现在已经下去这些了。看大黄扫不出去了。那你扫子干啥不想出扫啊？啊，你扫子干啥没有用啊？我寻思得冲冲这块儿吗？看见吗？下了这一桶。看这盆，这盆子都满了。黑虎啊，黑虎找地方呢，要拉屎。那你看，哎，吃完就拉。哎，这不能用大鱼来形容，这是暴鱼。把盆给我浇窝里了。行行，我把球盆，我把球盆，我把球盆，人家这窝里没问题，窝里边还行，窝里都干上里边。不说他来回跑，有点湿，这人你们不爱浇啊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没有，不得浇窝去的吗？你看人大黄这窝里边都干上。人大黄你知道不？下雨时候一动不动，根本不出来，他们没事还往出跑去呢。看看呢，都出来撒欢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咱家前面活动场地那水老深了，是吗？那得下水，我看看。那个什么呀，这条底下最快了，那不希望我们的水都怀顺着这门都卡烂了。那个，看看里，看水多深。哎呀妈呀，一片汪洋啊，这是啊。那你看，看，这嘎草坪都泡起来了，都起来了，都起来了。我拿砖没压住。哎，哇，后边多深，它就多深了。这个我感觉比后边深。水都顺着那底脚冲呀，要不然全灌前边去了。多清凉啊！看，看这水，看。那你看这嘎、这水啥么呀？草坪都看不见了，就看到那水了。别扑了，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